那再给我们医师一点准备的时间，那也可以请刚刚他们那个表演再给我一点掌声啊。
夏夜。那在这段，让我们刚刚所表演的一次休息的段时间，由我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刚刚所表演的那几首歌。那可能有些人听过，有些人没听过，没关系，我这边会统一介绍。那第一首歌呢，有点不含EDM曲风，感觉那个是由我们的评审长小琪为我们选的，来自该抓的 Game Over， 非常帅气的一首歌，跟他一样帅气。然后第二首歌呢，是来自 King 的意图啊，出自于。看我们《咒术回战》啊，对，谢谢。忘记，来自于《咒术回战》剧场版的一首主题曲。那第三首歌呢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听过了，而且更应该听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前几个礼拜有跟一位 YouTuber 合作，那位 YouTuber 就有到在场，他就是立奇。对，我们有跟他合作，他我们上传到了 YouTube 上面去。还没看过的人可以去立奇的频道看一下。对，我们跟他合作这首《长相闪歌》来自 Amy 的。那第四首歌曲，让我想一下。第四首歌曲是来自 Official Hinan 的 Miss Nuts。那应该有些人会听过，因为它是来自最近非常火红的一部动漫，叫做《间谍加加》，它的主题曲，大家应该有到多少人知道那个阿尼亚对吧？应该现场我现在有看到有出一些阿尼亚 cos 的，非常很棒。那最后一首歌呢，表演的方式跟前面其他首不太一样，它是来自阿萨卡的娜娜之诺以及 Senka。 那它的表演方式呢，是我们所谓的一种叫做纪连的表演方式，就是有一首歌不间断的持续，然后呢会有各个番队，就是不同的艺师轮班上阵去秀他们自认为非常厉害的技能。讲到来大家也看过，真的是非常令人赏心悦目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又让我们 EVO 为各位带继续更多精彩演出，谢谢大家。For you.